大家好，我是威体兔。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每天默默地完成一个小目标呢？本周就算是进入腊月了，意味着过年也越来越近喽，可以开始考虑办置年货了。你家的阳台有没有挂满香肠和烟蹄膀呀？威体兔食谱也会陆续地推出年菜喽，记得关注哦。好啦，现在我们开始解答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来自家常菜腊肠月牙骨。微信上的小伙伴啊啊啊啊静喵问我们说，怎么做月牙骨才能让它有爽脆的口感呢？嘿嘿嘿嘿，静喵，月牙骨想要有爽脆的口感其实并不难的，掌握两个要点。虽然啊我已经写在小贴士里了，但是现在我愿意为你再说一遍。第一点，月牙骨是要经过一轮炖煮的，这个时间嘛在40分钟左右，时间的长短可是直接影响火候和口感哦，这是需要自己计时的哟，不要偷懒。这个步骤让月牙骨有了底口。第二点，煮好的月牙骨要回锅，再下油爆炒调味，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喽，时间不用太长，就是要锁住汁水，这样一盘月牙骨就会很成功了，可以试试看哦。第二个问题来自暖冬饮品三喜奶茶。这个我喜欢。美拍上的小伙伴不一样的花火小波浪问我们说，兔兔用的是什么豆奶呀？可以用豆浆代替吗？哈喽小花火，我也很喜欢这种又温暖又有嚼头的饮品。这里的豆奶啊，我用的是超市就能买到的维他奶，它属于一种奶味饮料，口味还蛮好的，你可以尝试别的牌子当然咯，用豆浆当然也是可以的，味道也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不过要说的是，用豆奶注意甜度，一般啊不会再放糖了。用豆浆的话呢，你除了要注意甜度以外呀，还要注意过滤，保证顺滑的口感。对，还有用吉利丁凝固之后呢，它比较容易化掉，因为毕竟不含其他添加剂嘛。记得做完赶紧和小伙伴分享掉哦。第三个问题来自特别适合做早餐的酒酿饼。好，就让我们来说一说这块扎实的饼。微信上的小伙伴问问呢问我们说，兔兔不用烤盘直接锅里煎可以吗？小文文，你是想说饼做好后直接下锅炕是吗？其实用烤盘可不仅仅是为了放几块饼呀。做面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叫做静置。为什么要静置呢？就是要让水分和面充分的融合，做出来的面食才会又松软又好吃嘛。酒酿饼做好后摆在第一个位置，这样当你做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饼刚好有了静置的时间。虽然啊这要不了几分钟，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不要省略哦。而且酒酿饼非常非常软，转移到锅里的时候记得用刮板轻拿轻放，不要碰掉了面团里的气孔哦，这样最终成品就会很美味了。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白色的饼，但真心好吃啊，谁吃谁知道。第四个是关于我们的排骨汤系列，番茄喝汤苗条健康。美拍上的小伙伴杨若曦他问我们说，炖大骨怎么才能熬成它的奶白色呢？每次我自己熬出来都是清汤的样子，点点点。不要灰心嘛，关于炖汤呢，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的嘛，有的人喜欢清汤，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奶白色的汤。如果熬出来是清汤的话呢，有可能啊是选择猪肉的部位比较瘦，没什么脂肪，你看瘦子和清汤是不是比较搭呀？想要做出来奶白色的效果有两个小窍门。第一个是用筒子骨，这种有骨髓有油水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部位。第二个就是刚下锅的时候先别急着加调味料，除了葱啊姜啊或者配汤的玉米胡萝卜之类的，盐等到后半程再放，煮汤的火候也一定要够哦，这样就能煮出一锅喷香的靓汤，啦啦啦啦啦。最后的问题是来自我们完美复制萨利亚的多利亚饭。微信上的小伙伴 Vivi 随心所欲问我们说，真的很喜欢番茄肉酱，怎么样才能把它做得那么好吃呢？举爪，番茄肉酱也是我的心头爱呢，都不用看菜谱，小秘方烂熟于心了。番茄肉酱肯定要先熬一熬的，成为一种有酱感的酱，酱才会浓郁。先炒肉末，你把肉末炒到变色发微黄，闻到猪肉香味的时候再放番茄丁，番茄可以烫下去皮也可以省略，等到番茄丁出水咕嘟咕嘟的炖一会儿，再用盐糖调味，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香料，像是罗勒百里香，甚至可以加一些芝士粉，豪华版的番茄肉酱配意面配焗饭，万用的好酱，我最爱的口味，希望你也会喜欢哦。本期的五个问题就解答完啦，解答的我都饿了，
如果你在看菜谱的时候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给我留言，我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解答的。下面开始发奖喽，看看本期哪些小伙伴参加活动中奖了呢？微信小伙伴海绵泡泡摄氏度给我们交给了他的作业奶香片。哎呀，你这奶香片怎么跟我做的一模一样，太厉害了吧，好想吃哦。恭喜你获得我们的高颜值随机陶瓷餐具一份。另外通过转发推送获奖的小伙伴也有主喽，头像是奥特曼，微信名为小小的小伙伴，恭喜你获得我们的U型饼干模具一个。另一位是头像是一个自拍的小姐姐，微信名为夏日香气的小伙伴，恭喜你获得我们的U型饼干模具一个。请以上三位小伙伴按照微信名加联系方式的格式将收件地址发给我们公众号后台哦。你也想拿我们的奖品吗？嘿嘿，两个方式告诉你，把根据我们的菜谱做成好吃的拍下来发过来，交上你美美的作业，下次节目中我会抽取一位送上随机样式的陶瓷餐具一份。另外将本条推送转发至朋友圈截图发过来，就可以像上面两位小伙伴一样有机会获得U型饼干模具哦。好啦，如果你喜欢本视频请给我点赞来投喂我吧，我们下周六再约，拜拜。